手残小编玩料理。今天小编要告诉大家大蒜如何快速去皮。大家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刀背拍打大蒜，就可以轻松去皮。可是这样子大蒜就会烂烂的，不够完整。网络上有人说利用塑胶手套搓揉大蒜就可以轻松去皮，但小编搓了老半天，大蒜的皮仍然在哦。小编找到另外一个好用的好方法，只要利用食指和大拇指按压大蒜的头和尾，稍微出点力，皮就崩开喽。再利用指甲轻松将大蒜皮剥开，完整的大蒜就完成喽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。